12号刘嘉玲晒出胡军儿子胡浩康的生日照片，照片中康康与姐姐九儿两人都穿着一件相同的 T 恤，细心的网友发现上面的图案是刘嘉玲小的时候的样子，长相竟和康康神似，不愧是情感妈。11号下午，刘嘉玲在其个人微博晒出了一张自己和母亲的合照，并配文祝母亲生日快乐，祝我美丽的、乐观的、热情的、健康自信的、充满活力的大朋友妈妈生日快乐。合照中母女二人均身穿裙子，气质出众，优雅大方，网友纷纷感叹刘嘉玲和母亲均为十分冻龄，两个人都好有气质，两位都是冻龄美女啊，看得出来妈妈年轻时也是大美女呢。此前在10月29号凌晨一点，刘嘉玲突然在个人账号上晒出一张与唐鹤德的合照，配文只有想念两个字，这大半夜的是想起哥哥张国荣了。照片上唐先生身穿斑马短袖 T 恤，加配一件深色牛仔裤，而刘嘉玲身穿与之相衬的裤子，上面套着一件西装，两人都是张国荣最亲密的人之一，聚在一起难免谈起张国荣，亦让网友陷进对张国荣的追忆之中。刘嘉玲和张国荣是好朋友、好搭档和好邻居，以前经常和梁朝伟去他家做客，每次谈起往事总会泪流不止，这份情谊想必刻骨铭心。刘嘉玲的想念二字直接戳中网友的泪点。